警方追捕路边一名骑士，只见骑士不但没减速，反而加速油门闯进快车道，最后还骑上了高架桥，远景追了上去。警方把拒检骑士步步逼到墙边，这时右边来了一名热心骑士，冲上前阻挡嫌犯去路，不料嫌犯还真的催油门，最后撞成一团，嫌犯终于落网。这位热心民众先前脚部骨折，即使行动不便，还是热心助警逮嫌。事发在这个月22号，李姓嫌犯骑车在新庄区闲晃，因为行迹可疑遭警方盘查，不料嫌犯心虚加速油门，上演追逐战，最后在警方包围战术下就寝，当场从他身上搜出1.4克的安非他命，更发现他是一名毒品通缉犯。同样是远景惊现歹毒，还发生在台北南港路上。这个月21号下午1点多，警方获报一起车祸意外，但远景到场却发现一包疑似毒品的白色粉末，案情不单纯，警方调阅监视器，发现这起车祸是机车自摔，马上到医院寻找肇事骑士，眼见远景当场抓到，嫌犯鼻子还残有白色粉末。K 大病阳性反应，所以应该是有吸食 K 大病哈，对不对？这边我们没有人给你搞，该从你鼻子上面拆解下来。嫌犯躺在病床，想逃都别想，直接被带回警局。街头毒驾，幸好没有波及无辜民众。记者张正明、王正台北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